再短点，尽量跟以前一样。只可能说是像，已经永远不可能一样了。什么意思啊？我刚才看了你半天，我突然觉得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了。一次破产和一场大病已经让你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了。一次破产，一场大病，还有一桩幸福美满的婚姻，还有一个美轮美奂、美不胜收的贤妻。说实在的，我真没把你这话当玩笑。这种美，我到现在才体会得更加真切。哪种美啊？过来，过来，臭美。我想去看一下彭文宇，出院以后还没看见过他。去看他干嘛呀？他对你姐那么不仁不义的。你刚才不是说我已经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了吗？我相信你也已经变成一个全新的人，而且你对彭文宇也应该非常了解，他怎么可能在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情况下和一个女人那么仓促的结婚呢？更何况是和一个女大款。我觉得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我觉得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你想想，自从你爸给了医药费之后，他就再也没提结婚的事情，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觉得跟这有关系吗？有。你好。你好，你找我吗？我等了你将近20分钟。上班时间我是会很忙。找我有事吗？我也很忙，我想我比你更忙。今天来我只是跟你谈谈彭卫宇。我不想谈。我来只是想告诉你，你别恨他。你如果恨他的话，你就错了。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对或错。你要是恨他的话，你就真的错了。如果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对不起，我很忙。这里是办公室。你弟弟的手术很成功是吗？
这个也需要跟你谈吗？是的，要谈。手术很成功，他已经恢复了，彭伟宇一定很高兴。他高不高兴，有什么关系吗？我想他一定很高兴，知道吗？因为他很在乎你，也在乎徐强。你别恨他了，他没跟我结婚。在婚姻登记处，他逃了。他跟我不是爱情，我跟他也不是，我们只是做个交易。其实说到底，还是为了你。他不愿意看到你为缺钱手术而痛苦，而交易的条件正是这80000块钱手术费。以前我不相信感情，现在依然不信，但是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彭伟宇对你的感情。他为了你可以把自己舍出去殉葬。我今天来就是替他说句话，他做的事如果能够让我这种铁石心肠的人都觉得心软的话，大概真的很难得。你喝水吗？啊，我不渴，谢谢你。我看我该走了，再见。你真的不相信感情吗？对，不相信。为什么？我相不相信有什么关系吗？这口气像你吧，只要你相信就够了。应该相信。你怎么那么忙啊？让我等半天。我上班啊，你什么时候来的？上班？上什么班？一家电脑公司做软件开发。这么说重出江湖了？算不上，顶多是虾兵蟹将，小打小闹。完全好了，瘦了点，不过倒是看不出脱胎换骨的迹象。可能比以前多懂点人事吧，知道命值钱，别不拿它当回事儿。别这儿站着了，进去吧。我妈说她做炸酱面，我就不进去了。哎，我刚才看你妈好像出去了，你也甭进去了，一块儿跟我吃晚饭去。走走吧。那罗曼呢？她跟我姐一块儿吃。怎么了？一提我姐你就不说话了？你找我吃饭不就为了谈你姐的事吗？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
谢谢。徐翔呢？他怎么没跟你在一起？他去找彭月宇了。哎，你说这徐翔是不是有病啊？呸呸呸！不许说徐翔有病。你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勾当，反正我也拦不住他。他比你了解我。金枝，你去喂婷婷，我来吧。嗯，好。罗曼，你放那，让我来。没事，我来吧。姐，我回来了。回来了。吃了吗？我跟彭文宇在外头吃的。太晚了。你们回去吧。你好，彭文宇，我是徐慧。今天能不能跟你一起吃顿饭？好久没有跟你一起吃饭了。是吗？你没注意到？嗯，好像是时间挺长的了。从徐强住院以后就没一起吃过饭。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就是想和你一起吃饭。吃啊。徐强找我谈过，谈咱们的事。我说要再等一等，等想清楚了再说。我知道葛飞找过你。在徐强生命攸关的时候，你做了两个重大决定，一个是把自己卖掉，后来又做了一个决定，是不卖。这两个决定，我都要感激你。为什么要说感激呢？因为这两个决定，都应该跟感情有关。
可有的时候，想法是一回事，行为和后果是另一回事。你笑什么呀？我忽然觉得你十分宝贵，紧要关头还可以拿来变卖，而且是你自己给你自己插上草签儿。也许你不爱我，没关系，我已经很满足了。毕竟你没有，毕竟你也没有爱上别的女人。是的，我希望有一天，你我之间没有障碍。谁都没病，他非要找你。姐，你给我们评评理。你们俩又怎么了？你也别说了，我说不去就不去。这要是按我爷爷的话说，那叫倒插门，你知道不知道？姐，你听听他说的话，什么叫倒插门啊？我爸就想搞一网站，让他去做 CEO， 好心好意的。他不去还跟我爸顶起来了。徐翔，这是你的不对了，你应该学会尊重长辈。是他老人家不尊重我。我爸怎么不尊重你了？不是，你看他跟我说话那态度。他态度怎么了？他对谁都这样。对我不行，我又不是他下属，再说以后我也不能当他下属。徐翔，你至于吗？好像吃多大亏似的。这还不叫吃亏，这吃大亏了。这你们听听，有他这么说话的吗？我爸都把我嫁给你了，到底谁吃亏啊？是不是彭卫宇？咱们不是说了吗，大丈夫要能屈能伸，怎么一到你这儿就既不能屈也不能伸了呢？这是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你老丈人给你一个平台让你飞，你干嘛不飞啊？我不是不想飞，我是受不了他跟我说话那态度。哎，彭伟宇，除非你跟我一起飞。你们俩都是清华毕业的是吧？对。徐强开过公司倒闭了对吧？啊。那你呢？我也是开过公司倒闭了。你们俩都开过公司都倒闭了，为什么？可能是天有不测风云吧。什么叫弄潮儿啊？弄潮儿就应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会看天象，会知潮流走势才对啊。您是不信任我们？对，不信任。您不信任我们也是有道理的，在过去我们确实属于失败者，而且一败涂地，所以我们才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您说呢？我就不讲了，这合同书上都写着呢，你们要是同意呢就签个字，要是不同意呢就当他是废纸啊。你们两个谁做 CEO 啊？徐强。啊，我。那你呢？我做副手。啊，我们还租用原来的写字楼可以吗？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在哪儿摔倒就在哪儿爬起来。那好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不过你们的年薪可以预支啊。你老丈人够格色的，你看他说话那样子，他牛什么呀？挺好，他不说了吗？年薪预付，这样你姐房子按揭款可以还不少呢。来，啊，怎么？签字。Thank you.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朱颜可没改，你好好想想吧，想想怎么重整河山吧。招聘启事我已经给报社了，他们说明天就能登出。嗯，我想咱们可能还得下几个帖子，咱们两个败军之将就这么重出江湖，怎么也得通知江湖一声，不能就在这儿悄悄的兴风作浪。行，我明天就去买纸笔墨砚，下帖子，请客。好啊，那我帮你吧。哼，那不行不行，你是东家的大小姐，我怎么敢用你啊？你以后来这个办公室都得上座。上座就算了，我还是坐徐翔的桌子吧。怎么样，我就要这样一个待遇，行吗？不行，你都是结了婚的人了，还这么疯疯癫癫的，嗯？冯彦宇啊，你看，他说不行，我还是东家小姐呢，这都不行。可人家是东家的姑爷，啊，你们俩的事儿还是回家商量吧。冯彦宇，啊。我以前对你说的话，你别生气啊。我是说你和徐慧姐的事儿。什么事儿？不记得。你别装。哎，你和徐慧姐到底怎么样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和她结婚啊？彭伟啊，真的，我们特别希望你跟我姐能成。这事儿你们就别再问了，行吗？那我姐请你吃饭说什么了？这事儿也不该问，倒是有一件事应该马上解决。你姐割让给外国人那房子也该收回了吧？那俩老外租期已经到了，你姐好像也不想再续了。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不就是收复失地吗？好吧，老婆，来看看我们的办公室。适不适应这儿的温度？他会适应的，适者生存。要不然那么多兔子都死了，只剩下他能够长命百岁。什么长命百岁？他才几岁？三岁。我说的是兔里。孩子们也长了一岁。你怎么了？那么伤感。我是高兴。是应该高兴。徐强的病好了，公司又重新开张了，他又做了新郎，我们又重新搬回了你的家。对，我们是应该高兴。徐慧，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你说。如果我和葛飞的事情伤害到了你，我向你道歉。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让你否定了那个婚姻吗？我想告诉你，我试过了，但没用。我怎么也忘不了你。我也试过，我也忘不了你。
可我好像还是没有把握。我会再等。哦，对了，别忘了给林平打个电话，告诉他这儿的电话号码换了。嗯。你好，妈妈，是我。是你吗，拉拉？是你自己给妈妈打电话？是徐阿姨让我打电话给你的。我们搬家了，又搬回徐阿姨家。真替徐阿姨高兴。徐阿姨在吗？在。喂，林平，你好。危机解除了是吗？对。一切都好起来了，也真心替你高兴，也真心感谢你，因为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你还带着拉拉。真不好意思，让拉拉跟我一起吃苦了。拉拉是个乖孩子，她很听话。怎么说，我们也算是同甘共苦过来的。徐慧，你说，我想跟你说一句，拉拉跟着你，我很放心。谢谢，谢谢你的信任。大哥。豆豆，你怎么了？嗯，我们考试了，别的都还行，就是语文。哦，没关系，下次好好考不就行了？嗯。可我觉得我没错，老师非说我错了。回困音，这是什么字啊？念六。六？为什么要念六呢？国字框就是咱们家。咱们家有六口人，你、我、庞叔叔、拉拉、金枝阿姨、婷婷，怎么不对了？你可真会发明创造啊！可老师给我刨分，不然我就得100分了。那是因为老师跟阿姨一样不认得这个字啊。写字就是要让大家都认识，如果大家都不认识，那就不叫字。不过。豆豆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还是值得表扬的。我以后再不造了。为什么？我怕我爸爸生气。我爸爸说我考90分，他再飞回来看我，他会不会不飞回来了？嗯，不会的。不管怎么说呢，你这也是发明创造啊。那爸爸在日本造热气球也是发明创造啊。他会理解你的。真的？真的。我难受，我难受。拉拉，你怎么了？我难受。徐阿姨，拉拉说她难受。怎么了，豆豆？怎么了？拉拉说她难受。拉拉。拉拉出麻疹了，豆豆快给阿姨拿衣服。啊，来，把衣服穿衣服，咱们去医院。来，豆豆，一会儿告诉金枝阿姨，拉拉出麻疹了，阿姨送拉拉去医院，让金枝阿姨在家里等。知道了。徐阿姨，用不用给彭叔叔和徐叔叔打一电话呀？不用了，彭叔叔跟徐叔最近很忙，在开新公司，很累的。来，哎呦，哎，哎。
哎呀，快去给阿姨开门，快点！啊，门口，快点！徐阿姨知道了。徐大夫，怎么又是你啊？这一年多，你们家怎么就没有个消停的时候？拉拉出麻疹了，不过没事了，已经退烧了。拉拉，想喝水吗？小鹿，麻烦你帮我倒杯白开水好吗？你可真行，人家孩子出麻疹都出在亲妈那儿，在你这儿正好给拧过来了。快去我庙喝水。拉拉，想吃苹果吗？拉拉，干嘛呢你？我找徐阿姨。徐阿姨不在，她去做手术了，你赶紧回病房吧。出血量过大，再准备800毫升血浆。800毫升？对。血压？153，102。心率？93。睡呢？睡不着是吗？你今天跟阿姨睡好吗？你病刚好，阿姨不放心，需要有人照顾你。在即将开始的征途上，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在路上，他们反而能遇见好多好多的小孩子。这些小孩子会给他们观赏最奇妙的玩具，这些玩具是地球上的孩子怎么也想象不到的。这些，拉拉，你不舒服了是吗？我想爸爸。遥控车是爸爸给我买的。知道，我喜欢这辆车，因为它是爸爸给我买的。你想爸爸，因为你爱爸爸，爸爸也爱你，阿姨也爱爸爸。咱们都爱爸爸，对吗？喂，你好。你好，我是林平。啊，你好。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我总是有些不安。拉拉好吗？她挺好的，不过前两天出了麻疹，但现在没事了。啊，是吗？其实我知道，拉拉跟你在一起会很好的，只是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不麻烦。不过，你应该告诉我。我忘了。我知道，你不告诉我是怕我担心，对吗？今天你休息？对，今天我休息。你还有事吗？没有了，谢谢。再见。Thank you.
喂，你好。喂，是我。我终于休息了，能够喘口气儿，所以给你打一个电话。家里都挺好的。亏你还想得起来问。拉拉出麻疹了，不过已经出院了。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啊？又一个人硬撑着。林平也这么说。你不高兴了？有一点儿。那这样，我先去接豆豆和拉拉，你先休息，我先挂了。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就是反感林平这个电话，我觉得他打扰了我。你不会觉得我心胸狭窄吧？没有，我就是有点怕他提起拉拉，也怕他说谢谢，我觉得很生，好像我为拉拉做什么都是不应该的。你怕失去拉拉，是吗？林平没变，拉拉也没变，是你自己变了，你在嫉妒另外一个母亲。你怎么有点学会护犊子了？知道什么叫护犊子吗？就是母牛为了小牛跟别的牛顶牛打架。你别笑，这是一个做母亲的人才做的事儿。你是在嫉妒林平。我是吗？是。不过这没什么不好的。哎，彭大哥，你来了。嗯，你想吃什么？我去做。我想，我在想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我找了一个人家当保姆，他们是美国人。哟，今天要当涉外保姆了。他们还说允许我带婷婷一块儿去，他们也有一个小孩，他们觉得两个小孩在一块儿有个伴儿。就是说，你跟婷婷要从这儿搬走了，是吗？这是婷婷的奶瓶，还没有用过，用的时候一定要消消毒。我记住了。既然条件允许，每天都要给婷婷洗个澡，这样她会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不会生病。知道了。要带婷婷多运动，多晒太阳，别那么娇气，这样对她有好处的。嗯。婷婷还没有出过水痘和麻疹，每个小孩都要出的，你一定要留心观察。婷婷要打好几种疫苗，要预防脑炎、肝炎、扁桃体炎，还有流感。好。还有，你自己要小心点，别再受骗上当了。好好的，找一个合适的小伙子，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知道了，大姐。我想想，还有什么事儿？有时间，快来看看我，把这儿当成你的家。嗯。今天要走吗？是啊，凯瑟琳想要我今天过去，他们想吃中国饭。想好炒什么菜了吗？反正是炒菜呗。别放太多的油，他们不喜欢。为什么？他们喜欢蔬菜，保持自然的味道。会想你跟婷婷的。你不哭了，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还有婷婷。
姐，你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会的。你不要老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你一个人怎么也不像一个家。我觉得彭大个人挺好的，挺实在的。女人一辈子真的很难，真的，你一定要好好的，知道吗？知道。收拾了一下，晚上豆豆跟拉拉就可以搬进来住了。那我们晚上又能看见星星啦？对。可是婷婷妹妹走了，我挺舍不得她的，她多好玩啊！我也舍不得她走，可她早晚要走的，你们也是，早晚都要走的。行了。你们俩出去玩去吧，本来阿姨就心软，你们还招她。我去做饭，你们想吃什么？阿姨，我帮你洗菜，我包葱和蒜。好。你吓我一跳。你什么时候进来的？进来好一会儿了。怎么了？没事儿。你说婷婷换了新环境，会不会哭啊？哭几声是免不了的，不适应可能就会哭。小孩就跟小动物一样，兔子倒窝，没准还生一场病呢。这话你以前跟我说过。我说过吗？嗯，拉拉来这儿之前你说过。我忘了。我没忘。小孩都能适应，别说大人了。所以你得学会适应。是啊，可能过一段时间我就没事了。嗯，我发现你跟小动物差不多，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明天我要去看看豆豆的爸爸。我知道，我已经把你要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谢谢。
去方向，只说一句话给你。